小心配音。我也不知道什么片。听说阁下就是下层区的史瓦罗先生，看定不说话，那在下可先行一步了。好硬的装甲，自然如此，在下之后动一动骑兵了。正在评估损伤情况，阁下您有所不知，在下的这几手不过是普通的佯攻，及时一到，帮帮我，神君先生。听力中枢模块受损，你靠近点，我爱听。大侠哥，我叫黑虎阿福，你准备受死吧！恶你，恶狼千金，脑袋砸核桃！火山烧工厂，龙虾爪，眼镜蛇，狐狸壳，海盆压顶，还有弗拉明戈舞步，还有。飞天猴巧夺宝盒，黑虎烫金，龙卷风摧毁停车场，暴击性燃烧，流星毁灭，狮子拜天，鲸鱼绝杀，巨斧砍大树，飞天锤，蜘蛛吃苍蝇，蜘蛛吃耳屎。我的能力是100%弱点之宝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敌人都逃不出我的手心。哼，雕虫小技，伤害太低了，竟是些垂死挣扎。够了，就你这三位数的输出，给我套上100个肉体也是徒劳。你出门被冻死，回家被工作累死，上神区的人说你这位子拿得名不正言不顺，下神区的人看你多少有点回去，不想搭理你啊。离你的老妈在山上被自己的机器人锤成英雄碎片了，还有个离你的室友在开拓者的魔力宇宙至今没回来，就算回来了你也没眼看，人家一身家是五金灿灿，你看看自己一身家里的翘着刀多埋汰，你说是吧大守护者。你你这个坏蛋，你干什么，无不无聊啊。真好玩。开拓者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一点皮外伤。哒哒哒。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！健身半个小时在线，反正今天挺简单。距离考试结束还有一个半小时，加快点速度啊！这道题考的是基本的酸碱中和反应，学名学不好，你是根本不可能进入教练院的。就你，学者，就你，跑啊！今年教练院只招一个，你得加把劲啊！加把劲啊！加把劲啊！呀西，加把劲！重现魔神战斗的意气，魔神名单生而证明吧。恭喜阿宝同学成为教练院英语论派学长，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法尔泽布，我赢！你给我好好考试，不然我就一直让你在梦里循环，听懂了吧？擦！欣赏更多沙雕配音，记得三连关注阿青。